的修流听到说话，他会猛地甩头。现在好像不会。他们老会盯着一个东西，盯着不放，就一直盯着。盯着啥来了？你又盯着啥来了？好，称一下体重，好久没称体重。这个不知道是老大还是老几，这一窝的，104克，还是挺重的，有100多克。110，我操，这肥啊！114，我操！你看，这大的啊，大的都没他重，我感觉。哦，156，大的还是重。但大的现在体重没有涨，大的一般现在稳定到了150多。换一个小家伙，差不多都150多。毛期了之后体重就不怎么长了，就开始长大了。看这里。饿啦？你咋不激动呢？你是不是有轴没吐？吐个轴吧。现在开始到处蹦跶了，今天往那边跳跳跳，跳到这个上面，鹦鹉笼子上面，然后又跳跳跳跳过来，笑死了。